金岩长大了，长得很好，你放心，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就把他交到你手里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快吃啊！这几日您在牢里肯定没吃好吧？快多吃点。看来即便你被歹人抓了去，心里面依然惦记着精进厨艺啊。哪有啊，我惦记的明明都是殿下。殿下，您先喝口热茶。哦，这是我熬了几个时辰的鸡汤，您快尝尝。我不过是被关了几日，你这也太上心了。殿下，虽说你只是关了几日，但对于我来说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要不是为了我，要不是江鱼抓了我，你不会在大街上杀他的。此事与你无关。在你之前，我已从洛明熙手中取得左相作恶的证据。他为了钳制我，将你掳走。但他既然将手伸到了西北军中，我势必要斩杀他。那日，我被抓走了，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听得见，说不出，动得了，出不去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，自己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当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殿下您。虽说我是个孤儿，但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。殿下，你教我养我，庇护我成长，这些温顺都记在心里，感恩肺腑。傻小子，说这些做什么？殿下，我只是想说，您千万不要出事，更不希望因为我而出事，不然我会一生有愧。不说了，殿下，你快吃吧，我给您夹，趁热新鲜的。还有这个，这个，您快尝尝。啊，子渊，金岩长大了，长得很好，你放心。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我就把它交到你手里。